嘿，我是咪大熊 ，March Bear。大家好久不见，不好意思，最近没有拍片，没有拍片，对。其实中间有拍了几部影片，不过觉得不够理想，所以就删除了，然后改变了一下心境。而且最近呢又快过年，然后刚好收到朋友呢从遥远的北方，就遥远的地方啦，然后寄来了一箱东西。它不是乖乖哦，不是乖乖，不是乖乖，没有打广告，没有donate，纯粹就是寄了一箱东西给我。那我们来开它吧。好大一包哦 ，Mickey， 里面好像还有东西耶。哇，这个是角落生物。我不是跟他说我要预购吗？啊，怎么变这么快就来了？不好意思，比你们还要快先拿到。不过也好，这样你们也可以看一下里面有哪些东西。不过应该不一样吧？以 7 来说，应该也不一定耶。通常同样颜色的东西里面应该差不多。不过如果不一样的话，欢迎跟大熊在下面留言给我啦。看一下，不过现在还没开，所以也不知道了。我们先来开便宜的好不好？这个比较便宜。Mickey 的后面再开，因为我好喜欢 Mickey 的。Mickey 的那个，等一下再讲好了。我们现在开，不要讲太多废话。每次大熊影片最大问题就是废话太多，减少剪掉废话的时间。先来拆吧。我什么啊？你这袋子，质感蛮好的。不过我很讨厌这个东西。上一次大熊在鬼灯的冷彻的妈好好的包包也有讲到磁扣，超讨厌磁扣的啦，这个东西拉没几次那里面就会坏掉了，该特意不管，反正就不过这个袋子的质感倒是蛮好的，很适合拿出门带假面骑士的腰带啦，或者是带假面骑士的 SHS 模型 SHF 的模型啊。好啦，不要再讲那么宅的东西，出门买个菜买个东西装一下也不错啦。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烤窑，你外面都已经包成这样了，里面还要搞这个。里面首先呢是大熊绝对不会买的产品，汪汪 ，sorry， 花园的波得多，这个大熊喜欢吃。然后大人系柠茶，没喝过新的泰山的 news， 万丹红的水，这个不错之前大熊偶尔会买来喝，因为没有糖，所以还不错。Airways， 这个。小帮手会吃，不会吧？就这样哦，这一卡很贵，是怎样卖袋子哦？这是抽奖的，这个片给你看，喜气洋洋金红包袋，而且是角落生物的哦。他该不会连这种东西的定价都算进去这个福袋里面的价格吧？因为我觉得。今年的福袋的内容好像倒像以前那么丰富，以前的福袋便宜，然后里面的内容会物超所值，感觉这一次的比较偏向于袋子也算钱，笔记本也算钱，然后那个可能等下那一张那个抽奖券或者折扣券也可能价格也算在里面，是如果喜欢那个角落生物的袋袋的，把那个价格算进去的话是还蛮划算的。接下来重头戏来啦，这个大熊真的是很喜欢，那时候是叫朋友帮我预购，结果没想到他寄来了。然后这个呢，算是大熊小时候在印象当中呢，算是大熊第一次看到迪士尼的米老鼠系列的电影吧，就是米奇魔法师的见习生的电影，它算音乐剧电影，所以大熊从那时候呢就超级喜欢这个装扮的米奇，赞！欢迎来看看我的米奇福袋喽！
这袋子感觉很优哎、欸。哦，质感哦，哎、欸，它的布料比刚刚那个袋子来说，它算是比较硬一点的布料。你看，你们有听到吗？啪啪啪啪啪啪啪！刚刚那个袋子是没有啪啪声的。然后它这里有做这种封口的设计 ，Open， 又是一卡黑色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一卡很值得啊！可是现在好像预购期过了，要不然这一卡超值得预购哎。它的这种提袋啊，它的提袋是那个哎、欸，上面有那种。有金属框的，可以固定的，所以形状呢就是一个这样子，就是一个这样的形状。哦，可以固定哎，我觉得问题是缺了一个底板，它如果底板也是要硬的就好了。超可爱的，好赞哦，我喜欢这个，可以装很多东西，出去气特带一些一两天的换洗衣物啊之类的，好像还蛮不错的。而且后面这个。黑白的 Mickey 魔法师 Mickey 超优，然后它前面有彩色的 Mickey， 哦，这个不错，这个超赞。我们来看一下内容物吧。看到一卡很美的东西，那个最后再拿出来。先拿这个老虎鸭子，这个是咸菜饼，我没吃过哎、欸，之前好像有看过花园的，哎、欸。有欸，如果华园的话，我以前吃过，除非它这个口味可能有不一样哦。他说新加的洋芋粉该如何加啊？反正你没有懂那样，不用打太多广告。另外一包饼干是，哎、欸，荔枝的欸，我没看过这一款新的，第一次看到它耶、yeah。其实大雄也不太喜欢吃饼干，大雄会吃的饼干大概两种，一种是。卡兹的巧克力爆米花、哦、超好吃的，我可以帮他打广告不用钱。然后另外一种是那个卡迪娜的那个薯条，大家应该都有吃过吧？那个番茄口味的。Oh my god！ 从小的时候的记忆一路到现在都超爱它的。以前在那个什么国小的合作社几包炸颗，买爆买爆，一路到现在吃爆。那个也不用钱，我可以帮他打广告。厂商只要donate我多几箱那个薯条就好。七七你家。健达初级蛋，可是它是粉红色的，是女孩款的吗？台盐海洋气泡水，大雄还没喝过，不过最近大雄超爱气泡水的，给过给过，不能给你们看的抽奖券。米奇魔法师的即时版，这不错，新年快乐，金红包 get 到加一。哦，是米奇的，这个好舍不得用哦，是超可爱的，我应该。收藏，直到有一天真的逼不得已想把它送出去。刚看到金闪闪、很美的东西要出现咯，最好是拿出来，不要让我失望。我觉得你们会想要，好棒哦！这是一个化妆包，你们从后面看得出来吗？它闪亮亮的样子，好美哦！而且你每一个角度都有不同颜色的伞呢。哦，角落物生物的是沙小，这好油哦！这北拜，这北拜，这我改。哎，这超棒的，差几百块差价追，那不就还好有订这个？差几百块你啊，你差价追。哦，这个好棒。其他饼干什么的可以不用看，我知道说多100块饼干一定会比较高级一点，可是。这太高级了，这可以算在那个福袋的额度里面。我可以，超棒的耶，哇塞，真的是哇 ，super 乐西。这两个福袋比起来，我真的比较喜欢 Mickey 的。Mickey 的袋袋很优。你们有买其他福袋吗？因为大雄只有买这两款。如果你们有买其他福袋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大雄分享一下里面有什么内容。因为最贵的那个大雄没鸡汤杯。哦，你们如果有买最贵的那个，欢迎跟我分享一下里面内容物有什么，然后跟大雄分享一下饼干，其实应该也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还蛮好奇说最贵的那个饼干到底在哪里，或者是说，另外一款的红色米奇款，还是说另外一款蓝色的角落生物款呢？有没有饼干内容物不一样？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给我跟大雄分享一下，然后大雄都会回应你的哦。好，今天福袋的影片呢就开箱到这边啦，大家好久不见，大雄回来啦。不过呢拍影片嘛，看状况吧，因为比较没时间了，日子过得比较苦。对，没有错。那欢迎订阅，然后小铃铛，这样大雄如果发影片，不定时的发影片的时候，你们比较能够接到资讯。对，没有错。然后呢，欢迎按赞跟分享给你的朋友们，我们下次见喽，拜拜。